幼儿园小朋友看到蓝色鲸鱼好可爱，但他却是在哭泣。小朋友都知道答案，因为鲸鱼内的肚子里塞了好多颜色的垃圾袋，还有塑胶瓶，这都是人类造成。慈济志工把拯救蓝鲸的故事搬进台南一间幼儿园，让每位小娃儿都当起环保小尖兵。对幼幼班小班的孩子还说，第一次离开家庭，他们学着自己怎么去做。其实孩子影响爸爸的力量很大。爱地球。全校300多位师生一起熟记环保口诀，连校内老师也受到启发。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就是代替环保塑胶袋的一些东西，对，或者说自己带便当盒，我觉得这些我都会落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。环保教育从小扎根，不分年龄老少，只要弯下身，一念善心，就能拯救地球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杨淑梅、刘杰玲，台南报道。